啊，让大家看一下什么叫行情。行情出门做双 B， 然后什么？行情就是出门要包火车啊，啊，一个人包的火车。下一个车厢。什么叫行情？这才叫行情啊！一个人坐一台火车，好，我们再下一个车厢。都没有人啊，我在坐火车，不想有人打扰啊，所以就一个人包车啊。哎呀，不可以有人跟我坐同一辆火车啊，这个才叫做行情啊。哦，有看到没？没有半个人。出门只能我一个人坐啊，不能让其他人坐啊，这个才叫做行情，知不知道？开豪华车没有用啊，包火车哪有用啊。